嗨，今天吃个水果农场，先来个哈密瓜的吧，看一下。哇，那个是小勺子。换个勺子。反正是一股哈密瓜的味道。再来个苹果的。我没有出来什么味道，再来一个芒果的，其实它就是果冻。看一下这个啥味道。哇，反正里面的果肉不像是果冻，不像是芒果。再来一个什么？再来一个橘子的吧。嘿，还得上牙。这个里面是橘子，这个里面橘子就是橘子。哇，再来一个梨，看一下，这个里面的也不像是梨。
反正就是果冻。拜拜。